为世界和平祷告。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耶利米书29:7。和平之君拯救世人的主，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、恐怖组织进行许多残杀，使生命无辜被害。求主施恩怜悯，为你所爱的人施行拯救。又愿主堵截每一个极端的情绪和激烈的行为。求主叫一切的仇恨化解，一切的恶念粉碎，一切的毁灭与残害要消散，好叫世人在烽烟之中得以存活，在痛失亲人之余得着主爱的医治。求主施恩怜悯。化解世人冤仇的主，愿主十架救赎大能废掉一切冤仇，有气息的都是因着主的大爱愿意拆毁中间间断的墙。求主的和平临到世界各地，世人对生命的喜悦要代替一切的屠杀，彼此尊重要化解所有压迫，人人要起来关心国家情况，愿意为国家祝福，为城市守望。又愿和平之君我们的主在世界各地掌权，赐世人有平安的日子。垂听祷告的主，求主在世界各地兴起更多代祷守望者，赐他们口中有主的话，心中有主爱的激励，愿意国家好，人民安定，叫他们就在所住的地方为国家守望，为执政掌权者祷告。甚愿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着代祷者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那地方的人民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